笑。后来我已经懒了，我就叫一声了。有啊，懒，你就很像那个爸妈懒的啊。算了，你叫一声就好了。我们家卖假，啦算了，叫一声，叫完之后我就自己先开吃了。你就过去把门都打开，然后门已经是开的了，门打开了他还不关门，有没有？坏透了，来啦，坏了。开，好，可以了，是不是啊？去，是不是哈基每次吃完蒸鲜都会一直睡觉？这吃到安眠药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欸，最近几次看到好像每次吃完蒸鲜就睡着了。那个比较像是吐的声音。什么？你还蛮了解的、欸，还有你是吐到哪里去了 ？BOBO， 我都在你家的马桶上。哎呀，很可怕，那都留下你的印子了。哎呦，还少了哈记哦，来了，完全是刚睡醒的声音。对，吃饱就睡。看来等一下直播完你还要去大战一场哦。大战一场吗？只有一场，从你口中说起来就怪怪的，不舒服。不是，大战一不舒服。大战一场，他下午已经大战好几场了。他已经最近每天都大战好几场了。没有，我觉得你们讲起来都怪怪的。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没有啦，我跟雨月都在旁边看的啦。哦，一般的啊，他们加油的，自己大战就对了。对对对，越说越奇怪。你们最近，你们现在就是三团呢、啊？三个团团吗？三个团团啦，三个大战团呢、啊？三个人大战团。熊猫救急团团，熊猫救急救急哦，来救哦 ！SSR 团团，来，我们今天准备要过年了。嗯，红包过年最希望有什么红红的嘛？斧头啊，斧头啊啊，对。我出去好，今天我们就七个人了。冷静下、哎、等你来啦，快点啦，我来了，要多久啦？有了，来了，台前，七个人等你一分钟就过了七十分钟了。、就是、哦，你这个数学是我教的哈。教得非常好，非常好。竟然、欸、你很久哎、欸，你吐很久哎、欸。等一下啊，不用稍微洗一下嘴巴，刷个牙，还要漱个漱口嘛，对不对？是啊，是啊。过年期间就是要红彤彤的嘛。哦，这个血量，等一下这样子的血量啦，哇，三倍啊，三排的血打起来。感觉会打很久。不一定啊，说不定你没裸妆就还是会打很快。三倍起来嗨哦。好翻翻精神。我在啊，我在啊。看你躲在角落默默的盯着这一切。默默的。那就来分队咯。好。今天刚好双数红白大对抗。哦，好久没打了，还有三倍的血量哦！哇，不怪兔兔队，今天少了一个，没有，我们是优质皮粉队呢。好久了，好久了，来，那就让我们下楼，好吧，下楼，爸爸，我们今天。我下次报名要填个 F 就好了，猜究竟是谁嘞？哇，哎、欸，那会有很多人呢、欸。我是被打的。什么？对，听不懂。没有啦 ，F 开头的 ID 很多人呢、啊。哪有、啊？ Oh, 有吗？很多人呢。我觉得 M 比较多。烦，M 也是很多。我觉得 H 也很多。猜 N 到底是谁 ？N。
你是 more n 吗？有 Moco 有喵哈，有小 n 啊，小 m， 然后还有谁啊？那吐司喵也是一个 n 啊。哦，对，没有，都是 T 开头。哦，我们的安全区也太赚了吧！啊，收集没有血量哎、欸，哎、欸、嘿，血量呢？血量，我的血血呢？血量，你刚攻击我的村庄，血量，我为此而来。这里旁边有石头诶，干他！干他！你是 FPS 玩玩过头了吗？干他！你很会玩了。有，我觉得我最近应该蛮会杀人的，应该吧。OK， 我做那个箱子了，那个这叫箱子吗？哦，箱子，箱子。这叫什么工具台？工作台。工作台。合成台啦。合成台。金甲。金甲。甲。我要和平使者。好甲。啊，我帮你找。玩的中毒了。你们各种中毒，你们玩的太疯了。我们很棒。你们敲棒，敲棒一草。敲棒一草，你知道为什么是开薰衣草吗？发发，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打好咖薰的话，薰的下一个字会出现一草。真的吗？那我得要试试。要看哪个薰呢？手机选字吗？手机选注啊，选注。对啊，所以你可以下次你可以打好咖薰衣草。好开心！我这样讲话，我都觉得好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很不舒服哎、欸。没有，对，应该不是吃真心害的啦，我就觉得不舒服。哦，我帮我进来学波波讲话好了。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波波好开心，去哪啊？好难哦。不会，好不好？并不会每天都这样。哎、啊，我先挖石头，等下做装装哦。好，那、啊、你们要好好挖石头头哦。好，我再往下挖铁铁了，我等下可以找到铁铁。那我跟你一起，我跟你一起去，下对，下下，一起去，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everybody， 刚刚下一声不见，我有点吓到，我说你怎么了？我去做木材。木材、哦，木材，我去做那个火柴。火柴，火柴柴，火柴柴，木棒棒。What happened？ 你们很敏感，我不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不懂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懂。我也不太懂，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是我 DC 怪怪的吗？我怎么觉得你们都电子音？你怪怪的，你怪怪的，你怪怪的。是不是被霸凌了？嗯，应该没有。呕吐怪，有听到声音哈？有。敏感字眼，听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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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you， 都没有洞洞耶。要挖挖才会有洞洞啊！我做了一个工具台，台。哎、欸，他们来硬硬的了。我觉得危险哦，危险哦，没事事啦，我们要有信心心，信心心，信心心一草，信心心一草，我要把你掐死哦，是不是掐死他？你不要。你一定要怎样啊？你在学鲁米，我会打人哦。你学鲁米，我会打人哦。我没鲁米那么强好吗？哎、欸，我真的一个铁都没有挖到，还是我挖到铁了。铁要再更深一点。我已经挖到30个了，哎、欸，我需要够、欸、吗？需要更。挖到他在这里。啊，不行了，在这里。要去打架了。要打架了吗？你在打了吗？你在打了吗？我刚看到人，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追过来。不行了，我就要去打架了，我们要上去了。那么快？来了！打架！好好好。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给你时间，给你时间，好走。
走，有啊！你有没有武器？你有没有武器？我有时间，走，打架。我们这把是时钟剑，这把是时钟剑。好的，你在哪？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们在原本的刚那边，身边有团团。哎，我看到巧克力啊！哦，他们都来了，哦，哦哦哦，对不起，哦，哦，他们拿盾就来了。啊，团团，救救我！我被围殴了，我要死了！我帮你，哦，哎呀，死了！我打喵他。我的队友，你们在哪里？我们好远呢。来呀，团团，来呀！我看到 ID 了，在你前面。啊！为什么他跑这么快？我们就按跑步键。是你们两个了。加油，繁星！他们超痛的。怎么这么快？他们好快就有铁了哟！他们在哪里啊？欸，我们真的挖没挖到铁，好尴尬。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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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带一个走，带一个人的。哦耶！我刚刚跑不起来啊！不公平啦，人家还是强欸。你看那里面可能是三个人，烧铁。他把我的头放水里哦！我好丢脸啊！我怎么在哈基面前把剑丢出去啊？看到你吓都喷掉你的剑了，我吓到了。而且你知道哈基跑太快了，我跟喵他就是追不到，想说啊随便乱逛。哎，怎么前面是发发？哎，波波出来了，我在那边的洞里面啊，打起来，你在哪里？现在一超级留言。我跟喵是啊，好远哦啊，随便逛啊，哎，我在这儿，直接一个抓包，太难过了。我一开始还哈基都不帮我补个血，哦，我不知道，赶快打开我的攻略宝典，赶快帮他补个血。补血补起来啦！啊，补血。没了，磨完了，还可以地表有东西呀、啊！好，地表会有什么？那个箱子啊，箱子，香香，没有薰衣草吗？我刚刚在推广薰衣草神教，好，再去说开薰衣草，然后怎么？很棒，我想说喵他已经做一个非常完美的据点了。对，好吧，非常好，好吧，好吧，来喽，这场有一点挖特、啊、然后有随机物资箱，随机箱，但是你往下也很棒，因为我们开物品免伤。哇哦！最爽的时刻啦，挖掉铁就是铁啦，不用再烧啦。哦，金就是金啦，挖掉钻石就是钻石啦，波波。不是，本来就不用烧啊。挖掉钻石变钻石矿，那你挖煤炭变煤炭矿，对，互得正嘛。问啊，来了，有随机物资箱哦。好。然后呢，等一下会好好帮大家弄好血量的。耶、yeah. 等一下，刚刚，刚刚是几排？三排血是不是？对，对，五排啊，现在血长大了，哇哇，太多了，没有那么多了，太多了，这个血量，因为我们是玩幸运方块吗？等一下，四排血，七滴血是不是？太多了，挡话，超级挡。那就来喽，所以分队，分队，哦耶，我应该让哈基过来的，对，哈基换一下，
离开离开你离开我就说离开到下面去走哎完了怎么了、哦、你又来了 BOBO 我懂啦这么多不是你不要你不要开同队伤害我没有这个意思等一下我刚怎么跑不起来我要求同队伤害我们之间还需要言语吗哎、一个眼神就足够吗对啊你一个哎，我就知道你就觉得没有同队伤害不开心没有你之后跟我同队的时候才会这样、嗯、有这种事巧合啦、嗯、人生中充满着巧合、哦、真的是巧合啊巧合巧合走起no 怕怕我你不怕我怕怕你要去你不怕我就不怕、啊嗯、来来来寶寶慢慢的学怎么了打木头 I'm five High five Give me five Give me ten、啊、Give me five 啦来啦来啦 Give me five 我打错了我打错了我这样子完了你打到什么做什么了立即治疗无限对对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有点呛没事没事我们先去度我们该度的哇！那早知道我刚刚故意跟 Bobo 一直 high five。嗯，哎，是他自己打的治疗，有有有，应该是有了有了有了。耶！好，这个治疗的图好可爱哦。我打完之后一回头都没人了，我们到旁边找木头了。我们度我们该度的，你知道吗？好好说话。度的是什么？打没事啊。阿肥子啊我是这样子的人呢你要不行我们大家都怎么了我这样子的人呢对啦好丢的好想要砍人哦我们要跟 Bobo high five 对啊 Give me five 感情不会散耶Give me five 踢甲看这个大过年期间四十这个数字不好啊 ，biu biu。四十，那我们要变四啊，对不对？要变三六吗？你可能要变八。你的话，你不是喜欢三八？啊、三八花嘛，对不对？我比较喜欢六。哈基耶，哈基耶，哈基耶。真假的？真假的？你们啊？怎么又是他、啊？打架。可是我还没有做好，等一下。繁星追了，是不是？走啦，打架了，团团 go！ 我还在做东西啦。还有僵尸，还有僵尸。哈，还有僵尸。他第十三 D。僵尸在追，追他，僵尸在追他自己。哪有讲这样乱说？为什么我都看下面还有铁？喂，哎，对了，我看到僵尸在追他、欸，哎。啊，幕府，哎呦，幕府做事啊，幕府好慢。是哪个、啊？上来了。他带我们来，他带我们来挖铁。对，所以那个僵尸要先处理啦。那我去挖木头、欸。要打我啊！好。哎、欸，喵！地表是不是？地表是不是？地表吗？拉！雨燕，我好想，好想啊！拉！我想要来一个铁。拉！哎呦！铁掉下去了！我打不饱了，哭啊！没事，这里好暗哦，这里很暗，很暗。巧克力。很暗，这里真的是迷蒙啊，下面都跨步啊，哎，边界先说，先说，边界啦，现在说，哎，苗浩打了一下发发啊，我哦、对，我们同队他们就剩两个人了、欸，对啊，嗯，他们人在哪？哦，看到了，哎，我知道，与其被他们杀死，不如由我们来守着你。你很坏、欸，怎么是发发哎、欸？对，你要在打发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打他？哎呀，喵，做事，喵，做事。喵，你砍错人了，反正哇，喵打啥特杀？哇，你不会？喵打啥特杀？我目睹了喵把你们剁了。哎呀，这里是我们好像都没有开到箱子哎，是吗？我有开到啦、啊。哦，你有开到、哦？箱子在哪里啊？我都没看到。三个金，四个金钉，很多、欸。上去。
大家就开始打起来。哈气，又是哈气带我们啊！战争的超黑的，而且都看不到。喵哈大杀特杀耶！大爆，好猛啊！那时候看到团长血不多，然后明天跟我讲说哪个人剩一滴血，我就跑去砍那个点尾刀模式。在打团团，然后看团团血不多，我就助手了。原来是你，喵哈又杀人。嗯、然后我们也有听到波波的哀嚎，然后波波也没了。我剩一滴血，我剩一滴血。对对，他们在追我，我不想死于他们手上。巧克力，快了断我！我说没有，我面这个气没了。我有听到啊，我幻听了吗？没有，你是不是有第二个人格？而且、oh. 好像有人都说喵他在打发发。我有看到，我有看到，我有看到画面，都是我打的，还都你打的，没有，他下面地底太黑了，有没有？没有，他是在地表了，他在地表，哦、地表，那就没办法了，我想有内鬼，不要靠近我，我手上的东西有危险的、哦，我是内鬼，我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打哦，真的是太疯了，天哪！所以哈基刚刚在找地表的物资吗？他还没睡醒，他的脑袋还在哔哔，还在梦游。哈基又看到了他，对吧？我就看到你笔直往洞窟里面走，是没看到我吗？就从后面打到你们了。他还没睡醒，他现在在扛啊。他刚刚就说他脑袋还在哔哔啵啵，像跳跳糖一样。哔哔啵啵，还在扛啊。嗯。有，那我们他几点要帮忙补血？刚有人打到，就是打两个指令，要打两个指令太多了，一个人负责一件事情就好了。那我们血就越来越多喽！哇，直冲天际啊！直冲天际，今年要五倍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吗？哇，太多了！五倍，那个不是五倍，这是五百倍。耶，五百倍就好，五百倍。啊，哈哈哈！观众都爱浮夸，有没有？对啊，换这个好不好？这个可不可以？哇，这个啦，这个啦，一样更浮夸。我们红红的，我们叫红色就好。好，今年要浮夸一下。来啦，哎呀，积分对了。好，好的，好。好啦，有那个每次波波都说跟他同队才开同队伤害，现在也可以开好不好？没有没有，你这个就不是巧合了。你这样子就不是巧合了。怎样？你等一下要自己 TP 到我们旁边哦，也是可以。不要，下喽，拜拜，拜拜，耶，不要的，哇，工作室组好爽哦。喂喂喂，喂，哎呦，发发刚其实会打架哦。有，我拿了稿子就直接冲了。啊，你刚刚是拿稿？对，他是拿稿。下次可以那个做个斧头，做个剑。我听到对我哀嚎就受不了了，赶快走，就要死了。没事，你们我知道你们两个好姐妹啊，你们自己去努力，我跟繁星自己走。队友好可怕，都会打自己人。误伤误伤，难免的，还好。他应该要记录那个误伤数值。喂，马上就有一个香香。还有，可是打不开，用敲的啊，没有哦，用敲用敲的，那是不是会爆炸？会啊，会有机会。黄金，还有黑曜石。好，你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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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我要你打我吸。我感受到了，可是我还是吸到了。所以我很不悦。当我不悦起来。我就不认队哦，没有，没关系哦，我可以当天眼 B 哦，我不介意哦，我在旁边吃爆米花、啊。自己做好自己的，我觉得斧头都要先做了，太可怕了啊！拿一下我的嘛，不要，No way， 那你要挖我的矿洞吗？
我不要，你矿洞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我们现在是100滴血。哇塞，猛的。100滴血。有没有衰啊？好爽快。哎呦，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安三，安三眼，哭啊！所以我直接挖后面的石头。赶快先做好十字同时一。好。然后就可以四处乱走动。那我先走啦。香香。反正有矿再说。我去地表探险。去打香香。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洞哎、欸。你走，你在哪里？大洞。我在旁边，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你就我来回来接你。单兵出马、啊，直接自己下去挖爆啊！好。完了完了完了！打打打！音乐。你还在笑吗？啊！你们在哪里？刚刚的地方，刚刚的地方。好，我绕回去。打！你在跑是不是？哎、欸，不对，这是喵哈，完了，我跟喵哈迷路了，我们回不去了。为什么没看到？哦哦、真的，波波都来了。迷路了没有？我们这完全歪了。哎、欸，我看到，看到，有机会，有机会。哦，有了。繁星推一点，会打到会打自己，会打自己。波波追，波波追，太那个太幸运草了。嘿。爸爸，你要不要做那个石稿？石稿，你有石头吗？石头给你，给你。你们小心哦，哈基来了。好，哈基在我后面。哎，不要跑、啊，那边是圈外啊，不要。哎，不是，你做，你先做师傅，用斧头，斧头，没关系，我捡到一个把别人的剑。给你，有、哎、有，还有别人的剑，只是被喵哈摸过了。你不用理他、啊，这个不是这样打的、啊，要不要？我反弹追我！哎，我一对二，你们，我回来，回来。你在哪里？不知道你在哪。我跑好远哦。那么，哇塞！这也接太顺了。对，看到这边，这，你有看到团团吗？我没有看到你了。等一下，你这两滴血的冲太快了。团团在旁边。可能在附近。团团，出来吧，团团。对面，在山上。我做个金角角，多少有一点防御。哎、欸，怎么都没看到箱子啊？我刚刚那边其实有看到一个，只是因为它太圈外了。Oh. 我看到团团了，在这里。哦，你在哪里？山上。有看到，他绕回去了。我们原出生附近，哎，繁星前面左前，不好报。可是繁星是两滴血，然后他经过死了就有那个啦，天眼兵追，然后反正我们两个追，我一直追在他后面，因为我也在追他。哎，我迷路了。哇，爸爸，你们在哪里？他绕过去了。哎、欸、啊，没看到，哦，碎啊！哦、你敢团团？不是他敢繁星啊？对呀、啊，我说他敢做这事、哦哦，他就想去地狱了，白痴哦！快、欸，你们上他，前后。上他。哎、欸，赶他，暴击！对，有。我傻眼，法刚刚雨月都没在砍你，是砍我。啊、我觉得你有哎、欸，我觉得你是有在偷打我。别没有成功啊！没有。哎，你把我推下去了，妈。哎，有吗？对，你万一剁他，我怕剁到你。哦，团团快死了。不要跑！耶、yeah, ！我跟你讲，他借坐标，快点，他在他盖地狱门，26，盖地狱门，262跟负9，好。他盖得出来吗？他用岩浆桶的那个啊，他盖出来了，他缺打火机。哇，262-9，嗯，来，爸爸跟我走。好，我们有点距离哦。啊，这个头怎么这里长个头啊？
我不小心放到了。欸、就是刚刚你那个在树上放工作台和鞋子的地方。哦，有点距离。啊，他要死了，他压死了。这里，这里，这里，放放这里。好远哦。262，我们还有快100个。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啊，那他往220。220，我们差不多在这里。对，225。哎呦呦，看到看到，方方有看到吗？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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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呦，看到看到。这样至少这里还有岩浆啊，对不对？对。啊，哦。方方要小心被烧。好的。哇，竟然马上有岩浆。哇，他跑好快啊！快哦、我才看一下你们 ID， 就一下就不见了。还放水了哦。嗯，该不会没拉到岩浆吧？哎、他没拉到岩浆啦。我在追他，我在游泳。哇，他往上爬。你们在哪里？我们在很对面。8514地方。8514。太会跑了吧！有有有，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哦，他在水里面，他在水里面。对，爸爸，你要吃鸡了，爸爸。我吃鸡了，爸爸，吃鸡了，吃鸡了。哇，回回要慢一点，回要慢一点。好。我快哇，没血了，没办法，刚刚血了。爸爸，你要打赢他，爸爸。好，爸爸，爸爸，你血 OK 的。然后你嘞？你没我在100，160，一百跟六。哇，160，100，106。100根、你快到了，直走走走走走走，那个河在对面而已。左边，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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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左边，对对，这个水，这个跳到山坡上，然后这水，对对，这水你直接游也可以，没蹲没关系啊，你就拿斧头。左边，左边有看到没？左边有看到没？你还有船呢、欸，你好高级哦，捡到的，还有盾，还有盾，你就拿斧头狂挥就好了。这里有盾，盾牌被他偷走，他在上面敲东西，哦，他爆炸，还没炸，还没炸。他要对你放水，放水一下，有至少你有斧头，可以的。打他，打他，稳住，稳住，加油！我是疯狂挥空啊！你不要连挥，你不要连挥，你不要连挥，有距离，有距离，碎！哎，谁抱你？你看，砍了60滴血啊！要上去，很厉害啊！你很棒啊！你打了一个满血的人30滴，对啊，太夸张了！他整个被在转圈圈，对，转圈圈，转圈圈，猫咪，而且你一开一个箱还是苦力怕，对，有可怕。哎呀，好玩好玩，大玩。那个 BOBO 边跑还在那边重薰衣草，没有那是死定香。我看到我要打他，追超远，而且我还以为我后面是那个哈记，原来是团团。是好久、哦，你的地狱怎么差一点了？差超级啊！我地狱了，可恶！可以做好了，可恶！哎，你后面后来那岩浆怎么没有捞走啊？没有啊，后来就没捞到。我想说，哇，你可能有岩浆，要小心。对耶，我怎么没有岩浆？最 OP 的岩浆。你们是找到那个、哦？找到什么？废弃巨门。没有啊，我刚自己盖出来了、啊。他自己。你的队友哎、欸，我是说，我是说你们呐、啊。我们没有，什么意思？啊，不然你们怎么？是哈基在盖啊？是哈基在盖啊？烧香是不是有？因为我看有金靴，还有一、那巧克力自己做的啦。哦，随机物资箱啊。哦，地表随机物资箱，高高有奖。我知道。哇，这快到的啊！他都不相信我可以开到。有有有，而且你尸体旁边也有。我知道，团团团团在，我就赶快先走了。那哇，现在是多少了？六排了，六排啊！哇，越来越多排了。你知道打快一点血量就越来越多啊。
我们可以把它弄到整个荧幕都是，不用了，六排够多了，六排够多了，好不好？希望大家那个过年红包也可以拿那么多啊，不是包一百万，包出去的很多。谢谢 V O， 谢谢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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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然后把我的波波你好正。那你要讲新年的话，你要讲一个新年的吉祥话。嗯，好，看着你讲。算了算了，算了你这样是坏小孩，没有帮你省红包。我们想说红包里面要你再继续讲话，那个黄色就越来越多了，慢慢增加。哎，被发现了，可恶！来啦，随机分队。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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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就各就各位啦。好哦，好，拜拜。村庄吉祥物，攻击那个村庄，我们去攻击那个村庄。好，我们让水利。在哪里？哎，好像很远呢、欸。隔壁耶、欸！哦，旁边，旁边，旁边，隔壁。走喽！没事没事，等一下会回回回。快摔快摔快摔！开回开回了。如果用手护 K 的话，打多久啊？为什么物资箱是浮在空中的？也太好笑了吧！哦，拿到一堆铁，团团团，空拳呐、啊！攻击他的村庄，攻击他的村庄。有人拿铁镐、哦。团团，等一下，我先找一下。我打团团零点五滴，又是哈气。我就打发发。哈气，哈气。哇，箱子没东西。快点啊！团，我跑下去，他们跑下去。啊不，整个六斧头，走出来。宝宝来，宝宝一件，宝宝一件，宝宝一件。的啊，有吸到了，吸到了。音乐往我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绕右边，绕右边，绕右边。音乐给你，地上哦。有，跑了，跑了，跑了，太夸张了。有。哎、欸，喵！打他团，喵！后面打他，他绕过我了。有。啊！我们没有人落单吧？他团后面，在后面，在后面。团团在左边，哎、欸，不是，哈基在左边。追多久啊？暖暖不要跑啦，我现在做个装备好，不然等一下都没中。好啊，你做啊，女人做。那是村庄大，村庄大大奔跑了。我包水饺，包水饺，我包水饺，回来回来。笑笑，团过河了，还要过河了。啊，其他人呢？我们一生只吐他一个人好了。好啊，团团，刚刚不是都很轻吗？团团不要跑，他捞一圈回去了。哦，我有钻石哎、欸！你偷看，你偷看，打他！哎，谁头上？那波波头上，等等，我有钻石，我有钻石，我有钻石，我先做个钻戒。我在船的前面，打他！等一下，我做个钻戒哈。没砍到，我没砍到，我砍到一堆草。哇！是幸运的吗？好累哦，追在后面好累哦。那怎么越绕越远？切回来！啊，再见！
他跑去哪了啊？我看他跑到巧克力他们那边，我看到巧克力了。爸爸，卖炸！我被羊挤到，可恶！我们在怎么说？村庄的一开始的那个，我看到我们过来的方向，我们过来的方向，巧克力很靠近村庄的外围了。好，没事，我有盾牌。他有老猫咪耶，吸走，把它吸走，暴风吸引。好的，那边有个箱子，先看。哎，下面，帮忙。有，哈扎，在哪里？你们在村庄附近吗？对，我们在附近的。好，我追发发。很小，有了，发发，滚滚。巧克力，我去帮波波。好，你好，来了。我好怕反到自己人，啊哪、欸？可能回头了。巧克力是要折滴血。哎呦，我钻剑。钻剑，对，我打到手都在抖啊！天哪！巧克力，他哪去啊？有，我在屁股，他在屁股。团团绕回去，哎、欸，有，他声音低，巧克力再摸一下就不见了。巧克力，有了，有，我要升级装备了。哎、欸，这边有铁，上面有铁，你去那个盾牌。好，我去这边吧。好。哈气躲到哪、啊？他从头到尾都不见人影。真的？我在追黑团团，团团在刚刚那个打巧克力的那附近。云月，你左边这边可以切到团团。哦，我看到了。我先做盾牌，先做盾牌。我看一下你们啊、哦。你们先打到他，我等下再包爸爸的位置。等一下，他才会跑了啦。哦，哈气在汇合了。他就在汇合了。发在你们后面。发发在你们后面。我们先处理发发好了。嗯，好，发发。对，三个打一个。你们拿剑太危险了吧？天哪！团团过来了。哎，我们交换一下装备。云月，我跟你交换钻剑，你血量比较多。好，走。好，他们，嗯、啊，他们也汇合了，哈基也汇合了。我好饿哦、啊！你们等一下打，哎、欸，你们等一下打的时候捞着铁卷好了。他们在上面。我好饿、哦。喵，爬上去。食物，到旁边有稻草。哈基在上面。好，我们先去。后面好多没办法、啊。我也没有。哈基在后面。哈基血量最多。哎、欸，我可以骑马。爸爸拉货喽。你骑什么马啦？等一下，你们被夹哦！现在是包夹的，等一下，没好嘞。包夹，我在哈基后面。对哦，注意掉。哎咻，团团，送你。啊！来了！我钻剑转移了哈基。对，你绕着铁巨人。打等下，哈基想绕铁巨人，等一下。没有，不要挥刀、哦。没有，我根本没在挥了。我要看着他吃苹果。啊，团团嘞！团团，你后面，云月后面。哎，团团差一点，团团差一点。好，团团差一点。没有，小心哦。没有，盾举着。不是，我这时候也有做法一样，来啊，来啊，砍啊，气死我！来啊！来啊！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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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没事，他们在村庄，还在村庄绕。我们还在村庄绕，我怕砍到云月，我先不要乱砍哈。没有，同队伤害没有。有啦。哦，没有同队吗？有吧？有吧？我刚打没。啊哇！
哎，你又可以捡那个。有。哎，他进环。有，你是钻戒。哇！我开箱开到两个。太猛了。铁巨人呢？铁巨人呢？你要砍铁巨人啊！你去打他，打铁巨人。在这里。太神了！你们都不用剑砍他自己。有啊，我一直用剑在砍啊，只是没有。我没有砍到铁巨人。铁巨人困扰。观众想看的是这个。被铁巨人打死。最后有看到，最后有看到。而且哇，那一看到那个。我们还开到钻石，想说天哪，太好运了！我开到四个铁，两颗钻石、啊。我一开始想说，哎呦，我有幕府啊，影月在嚣张，追他！然后看到没有那个繁星，他们也都有装备哦。我马上，我马上做好赚那个、啊、木剑，丢给他们了、啊。你就这样，我回去捡木剑，你去玩。可能也是跑全场哎、欸、很累耶、欸而且还是轮流的被追，就哎、欸、你去做东西，我去追团团。我们这都是团团去跑，我们做，我们是轮流，百米赛跑啊，真的七八七。哦，是那有提供伤害、欸，我吃根香蕉啊，还敢吃香蕉？当然啊，猴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自己这样讲，爽啊！猴子会呕吐吗？会吧。不过我知道牛会反刍。哎、欸，所以刚那场有没有同伤害、啊？就是、吐出来会再吃回去。耶！哦哟，然后来回三四次吧。你知道来啦来啦，去吃一吃，咬一咬。特别的地图来啦！哦哦 ，Oh my god！我们的空投场、哦、这一次、哦、哇、欸欸、还有那个游乐园呢，哇哦，我要去坐、哦、我们一起去摩天轮，我的天啊，可以坐吗？还有彩虹赛道耶、欸、哦，好酷哦，可以点一下作者的话，好，二月份生日地图，哇哦哇，好多好多！欢迎来到巧克团主题乐园，下方是入口，上方是巧克力岛国，左边是团团熊猫馆，右边是影月太空跑道。哦，好帅耶！哎呀，这边要报数，二月一号巧克力生日，耶耶，生日快乐！下一位，哎，下一位是我吗？你啊？二十四号，我二月十四号啦，嘿！生日快乐，耶！到音乐生日快乐，耶耶！哎，元姐，姐姐啊，有一天啊，十五号，他们两个差一天，他们两个差一天，十五号，耶耶！我快笑死了，今天是谁生日啊？哇塞，哇塞！他像我们，等下都打他。好，我们那个是生日送金呢。没有你过了，这个月份都是我们的月。生日是过一整个月的，你知道吗？对啊，水瓶座很会记仇的，天啊！水瓶座从来不记仇的好吗？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加速吧？因为地图那么大，可以逛一些。好啊，这样子。嗯，哦、耶，快耶！会太快，太快吗？这是速度五而已，还好吧？啊，这要不然三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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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大家晕。嗯、可以慢慢打，好，然后打得快也可以打两场，打得快也打两场，两场，两场，好、哎、好看看。有虾米东东，可以塞顺，就来随机分队。哦，跟两个寿星同队，没关系，我们这边有一个寿星，一个寿星对两个寿星。OK， 哎呦，好，各分东西。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来来。来，刚好你接近的两个跟我远离的一个，已经过了，跟准备开始的，那就来喽。好，走起来，主题乐园，
Kidland 随机事件。哦，我看到那个岛国上面还有我跟繁星。有啊，然后你现在才看到、哦。对，所以你知道我刚才想二月份主题，嗯，欸、还是不是九月吗？粉团，粉团，这边有箱子，这是团团吗？打哈屁股，打哈屁股。等下后面是不是有箱子、啊？哦，箱子有吗？烈焰杆杆有一堆鸡蛋，哎，有线啊，线都可以做工，还有通空投，耶、yeah ，可以叫了，哦、可以耶。团、哦、团这边有东西，抢他生日礼物。哦，这里什么？空道。好，我去搭矿车了，拜拜。你去那玩？没有了，没了，没矿车了，卡住了，船长，船长，你的矿车没啊，他那个没充能啦。船长，你把它敲掉，自己上去坐吧。敲掉，自己上去坐。李乐园哎，黄金砖哎、欸，太难过了。对，那是金砖啊，他是下来的。那、啊、这样子啊？怎样？你上去了，你上去了，准备啊！好，来。啊、不对，不是坐船，坐船不能哈。我在干嘛？不行，不行，靠了一颗星，靠了一颗星。我知道，我就辛苦一点爬到最高。嗯、啊，上面红石火把拿下来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就爬到最高，不然他一放就掉下来了。嗯、其实打掉那个矿车，然后我们再盖一个，应该就可以了。哦，好酷、啊，它是那个竹子做起来的那个、啊。算了，我爬到最上面。哎、欸，对啊，而且这里超大呢。好大、哦，嘿，大到都打喷嚏了。嗯，好大哦。谢谢，你真的快睡着了。哇，好玩耶！但速度，我速度有起来，速度有起来了。噔噔噔噔，哦，这个云霄飞车好像是绕一圈的。他自己用走的干嘛？体验看看啊。L 四 D 图，回去再搭下一班车就好了。耶、yeah ！走的也太累了，等下那矿车是回不去的哦，它只能在起始点哦。这里没东西。对，它东西基本上顶多就给你空投啊，不会有失去。哦，不在，不在，我在偷逛它。那个叫什么？湖旁边的建筑。暴力魔法。走。喂喂嘿！哎，团团脑袋里会不会有东西啊？我可以感觉可以看看、啊。我怕是空。看他脑袋里装什么？你的意思是说，哦，就偷懒建筑物没有把那个弄实心的？哦，是这样哦，感觉意有所指。欸、被炸死了！被炸死了！他靠太近吧？哎、哦欸，五秒后放烟火，中央中央中央，版权攻击！噔噔噔，生日快乐！不会吗？这个应该不会吧？哪里？弓箭吗？弓箭合作这个哦。好猛哦！哪里啊 ？Happy birthday！ 没烟火啊？没有烟火、啊？烟火呢？中央建筑物秒了！没有烟火、啊！烟火嘞？烟火嘞？国王的烟火！是什么？哦，我看到我的蛋糕，还有牛排，玉髓锭，哎、欸，直接一颗玉髓锭呢？哎、欸，他那个。穿金装的是他们吗？对面的，对，对是他们，他们全身穿金装哎、欸。对，而且他们超快，他们跑去那个陨月的区域，太空区，陨月太空区，他们刚好像从我的城堡那边跑出来，所以是从你城堡偷的金装吗？对，可恶！当时这边旁边很多那个铁砧呐、啊，铁砧。我现在跟着繁星的脚步。啊城堡的王座有没有？应该总该有金砖了。嗯，被他们偷窃了。我有幸运搞高。好，我现在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也什么都没有。我是刚空投的。我们是不是该投一下了？哎，我的哈！你受伤了？为什么？为什么？遭到落雷的某人做坏事被闪电击中，幸运得子喵哈。哦，随机事件啊！我随机事件，随机事件，我难过，你难过，
我们开心。哎，我的城堡生怪啦！我的城堡有怪物啊！有人耶，企鹅旗帜，哎，好可爱哦！哎哎，繁星这里多一把稿子给你，哦，太好了，谢谢。哇，大摩天轮！我的子民们都是企鹅，他现在应该是对，在里面也可以空投。哎，繁星，旁边那是毒蜘蛛吗？左边那个？对啊，要使用。哪一个附魔不要？空头蜘蛛，快跑！怕不？胡萝卜刀，我拿到胡萝卜刀，听起来很酷啊！影月的那个影片里面的素材哦，有胡萝卜刀了。哦，马戏团耶！这个螺旋楼梯耶，完全的各奔东西去逛逛，在逛街。但是其实我们的位置会被暴露，因为我有看到你在二楼。嗯，哦，你说发法哦？对，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哎，我们你们是两个人走一起吗？没有，单兵。哦，我跟繁星走在一起。你好好讲话。你不是在我跟繁星在一起的后面？好好说话，我在岛国里啊。对啊，我们在，啊。我看到宝宝嘞，你快跑！他东西好像很多呢。哦，苦力炮。完蛋了，我没有武器。对啊，什么我也什么都没有，空投都还没叫到好的，是不是应该挖个十字瓶？太多企鹅了吧？怎么没有一些有用的东西？我是说可以拿来做做成装备的东西。企鹅很有用。那我可以拿企鹅剑吗？啊，这是半砖，在半砖上面招东西就没了。哎，你有幸运对不对？你幸运几？你要哈？对，我有幸运，我看一下，我幸运一，哎，三，三个一。来来来来来来，好，你去哪里？回到回来回来回来，对啊，回来。妈！哎，它里面有个箱子，想去偷开。啊你，赶快过来！好好好，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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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很有问题。两颗，一颗，两颗，还有一颗哎。啊！哇，哦，好多钻石哦！你们，啊，这是在哪里的？啊，走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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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怎么了？他没有没有，因为他掉落了。再找回来，这边三颗，三颗棒棒。没有，还要几颗？你先用，我做一般的就好了。没有，我说你那几颗。哦，我这边我真的，哎，我捡到一颗，我以为都被你捡走。啊，有四颗。哦。阿金那边呢？没有，我现在也完全就十字瓶，做个十字瓶，我是木制品。这里丢空投是会被卡到啊？不会啊，这车耶，我丢，哎，哇，你又有了，快去楼上挖，去楼上挖，还在楼上，太爽了吧！啊，我把自己那个速度吃掉了。反正你在下面捡好了。啊，好好好他们刚好在村庄这旁边，他外面还有村庄。村庄感觉也 没啥东西，交给繁星，他给我，你可以做一个假下给他们。哦，幸运得主团团，空投空投，又是牛排，一堆牛排，蜘蛛还好。欸，所以他招是招到二楼去哦。对，你小心哦，有毒蜘蛛。他是一定的高度下来啊，所以你那个二楼比较近的话，就会招到二楼去了。原来如此，有一只毒蜘蛛，我要上面狂奔。对，他爬上去了。他们不晓得在哪里。哎，okay. 欸，有窟窿，有窟窿。你在哪？欸，繁星，你后面哦。所以他跑到我旁边了。我们需要招那个啊，西瓜空投。不是因为踩在西瓜会回血啊，你忘了？我们去地表吧。刚，啊，在那个影月那边很多。我看没有一个。你干嘛？他这样，我想吃个牛排，就毒蜘蛛走过来了。我记得打死怪也会补血。哎，哦，这里有炸还来过呢。哦，这企鹅的好可爱哦。哎，你怎么了？没事，我在你后面了。啊，我现在一无所有，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东。中间我们都不晓得会不会有东西。
哦、欸，哎呦喂、啊！给你。哦，有盾牌耶！哇，十颗也太多了吧？还有喵哈的爱，你可以做一个甲，吓死他们。我做那个、啊、帽子跟脚脚啊，僵尸两件啊，赚，还多一颗，等一下说不定又有。欸、喵，我们出来了。好，你现在跟我一起去中间看看吗？我们去做天鹅，天鹅。我找到哈记，天鹅湖。耶！为什么你们都有装备了？中间有箱子，有一个箱子，那个空投的。哎、欸，那边有空投机，所以代表他们来过吗？对，酿造的。哎、欸，他们核弹桶。这我们弄的。哦、啊、哟！哎、欸，他偷我的礼物，礼物的下方是空的，他偷我礼物。搞不好也是空的吧？我们刚也偷了团团的。哦。空我把裤子给脱掉，团团、音乐，你们都没穿裤裤，啊，这样子、哦、在那边是不是？哦，这样子，我想再丢个箱子，然后给他们这样子穿，可以可以可以，脱我礼物，就让你们没穿裤子。哇，那好像那个过希望哦，对不对？西上话，西上话，掉裤子了。哎、欸，我操一下空投，掉裤子了。抓空投，抓空投。哎、欸，退哦，退哦，退哦。哦，哎、欸，爆炸了！啊，被炸了，被炸了，被炸了！哇，跳水里，怎么被炸了？多远一点，多远一点。哦，很赞呢！啊，团团被炸掉！哈，团团，这是老天爷的、啊、哇，命中注定啊！哎、欸，你招，你说一下，哎呦，你招毒蜘蛛啦！烂东西，烂东西！阿杰要走吗？好吧，走啊！哎、欸、哎、欸，你为什么不上？刚刚凡凡往这里走，可是这里又是那个、欸，没有，我只是想要招工头。哎呦，我要按多。那我们去，哎、欸，你去过马戏团是不是？阿、啊、基。对啊，对啊。那我们去那个、啊、太空。都没看他们、欸，他们不晓得在哪里。刚看他们是往陨月那边吗？那是蛮早之前，应该又跑到别边了。嗯。我、哦、有猫。喵。胡萝卜刀。哦。猫猫好运，你会带给我什么空投？噔噔噔噔，带给我苹果，哎，巧克力这给你。哦、哎呀，啊、这个给你，有戒指了，十一根，七根啊。一堆戒指、哎。海贼船上有东西，怎么都没有西瓜砖、啊？地狱金，地狱金矿。哦，这好像还好，我拿到附魔弓。冲击、哦，冲击可以玩击退，给你，喵他摸过的哦。好啊、哦，你在哪？摩天轮那边吗？云、嗯、月还是云月那边？我看到，看到。对，地狱金矿是烧会是？不就都是金币吗？金币啊，金币啊，一般把它挖掉也是金币、啊。对啊，用幸运挖吧。你还有幸运吗，喵他？我有。那可以啊，我还有苹果，你就可以来挖挖。没有哈，没有哈，你要去哪？然后回来、啊。我没有石，我是木制品啊。没有啊，没有啊，你不是有金矿，知道吧？需要你啊。你不是有搞？对啊，你有搞。哦，可以做金苹果啦。做苹果。恭喜！大赚特赚啊！哇、哦，好多好多好多。我有哇，我63个、欸、加一个苹果，超多呢、欸！我吸到64个。对，我记得我刚好像有开到一个箱子，我没有捡，里面有苹果。你为什么不捡？哎、欸，没有，它是香菇啦，看错了。啊、我吸到谁的？哎、欸，有，可以做两颗金苹果、喔。有一个幸运锄头、欸，哎，又可以招，幸运锄头，好、哦。我也是听说打也很痛哦、喔。怕不？哦，有铁剑了哦，更多苹果，
牛排、青金石、空包蛋。哎，繁星，你有鞋子吗？我多一只。没有。给你鞋子。喵哈摸过了。没事没事。我钓竿哦。好诶。那怎么是普通的？就只有普通的而已。招一个空。招一个头。招一个头听起来。做运锤的武器是要几个运锤剑啊？巧克力你要不要吃蛋糕？两个哦，不要啊，我也开过我的蛋糕了。还有可可豆，我知道。为什么会随机拿到竹子？哎，为什么谁让隐约尿尿啦？隐约尿裤子。垃圾啊！尿裤子，尿裤裤。哎哎，那个喵哈，你可以跑来这上面，他们上面又用地狱砖，就是那个金砖又盖了一条路。哈，你在哪里？就是这个彩虹跑道的最上面。哦，好远哦，脚好酸哦，好麻烦哦。不会啦，好玩的。喂，你这样一挖应该掉下去。你说是最上面是不是？对对对对，你快到了，你快到了，再绕一圈就可以到了。你会先看到尿裤子，那还有天竺鼠，这这，噗噗，喵，噗噗。好远哦，到底在哪里？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轰隆隆隆隆隆！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了。这一个是我要从你就从我这边挖挖过挖回去。你从我这挖回去，从我这里挖回去。按按、啊，你要怎么下来？你是走这里的吗？我可以再铺路就好，我可以再铺路。哦，我有裤子。嗯 捡了，捡了。好，好像有一些掉下去，还好，好像掉蛮多的。天哪，没办法，那位置太尴尬。哦，跟你有远一点。你要吗？你也给你有不要？哎，有我用水流下去吸。欸、你这次没有很好运呢，就46颗。因为我身上有50颗。哦，原来。在我身上。欸、我又捡到一个玉髓锭呢。哇哦。有两个了，有两个了。可以做成玉髓的装。哦、那要怎么做啊？阿静要做。那个。我不会做。那叫什么台？我们的台要。要两个麻烦铁。两个木头，没办法，没办法。我现在，哎呦，强力火焰弓，我多一个脚脚，等一下可以分你们。他们都不见了，都没看到他们。这头我都没看到哎、欸，他们是躲起来了。哎我呼呀，我需要西瓜，苦力怕在我旁边爆炸。哇，你血剩二半哎、欸。那边的西瓜，边呢？阿静，我给你教教。这边有西瓜了。阿静，教教教教。你怎么了？没有，僵尸路过。啊，阿静，没西瓜。我记得刚这边好像有了。啊，我等一下追过去。追击空投。这边呢？有攻。这两个那个远古地呢？我有两个，这样我们有四个了。嗯，可是我没有。哦，你的声音吓到我了。没有啊，那个，哎、欸，有一个玉髓锭哎。我们玉髓锭到时候超多啊，哈基小心。哦。哎，我给逗了他。旁边还有西瓜，没看到。这里啊。哎呀呀呀，西瓜西瓜西瓜。我也要去采。啊，不愧是哈基。场上西瓜位置，问哈基就对了。你们那里好恐怖、哦。啊太难过了。你那里还有护工哎、欸！我要去自杀，我要去自杀了。你不要，你干嘛？冷静。剪剪你，感情不散，感情不会散。哎、欸，如果剑士多一点，我这边还有很多弓哦。啊，我这里还有剑士。啊呸！啊呸！啊呸！好，都给你。觉得不太舒服。合成台。哦，月月好哎、
哎呀，哎呀，给你一把弓。我有没有附魔的弓？我有强力二的弓。繁星，你后面两只、三只僵尸。哎，打枯弓也会掉电死、欸，也不是不错啊。来哦来哦，阿加计，哎，哎，强二，哎，哎，给你八发，给你一个剑精灵狗，八发，八发，对，给你八发，啊，你可以，哎呦，八发，嗯，哦，强二带二，哎，没错啊，这样有没有铁针可以合？随机一名玩家力量，刚好像是那个有啊，这边主楼那边有很多铁针，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灯下面一堆铁针。路灯下面都是铁针，但只是铁针。哎、欸，小颗粒火焰强力二的弓，还有火焰啊，火焰强力二。哦，那边有。那可以，那个、啊，那可以，我们可以去把它合起来。谁要拿那个？哦，好好。你给啊，你给那个哈吉。哈吉，嘿咻啊！哈吉原本的那个强二给就摸过的哦。嗯。哦，大家都有脚啊，多一只脚。脚很多，满满的脚，没有呵呵。你有看过西瓜长痘痘吗？没看过呢。哭啊！哭啊！地上的西瓜八个，还有九个。我可以把那西瓜给砍走啊！砍啊！砍爆啊！这样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做了，吃掉啊！想要的地方直接放。哎，库里帕，啊，身上好满哦！收圈了，收圈了，圈了 ，Go Go Go！ 金刚 PP 他们也有，感觉他们应该是躲避我们吧，不然应该是他们可以抓到我们。对啊。十等，哎、欸，哎呦，走开，走开，哦哦哦哦哦，强二强二这两个，哇哇哇，怎么办的吧？没事哦，被雷，不是，我也太衰了吧，跟我无关呐、啊，哦，没有啊哦，你产生静电，我被你电到。你弄我啊、哦！不是啊，是你啊！你啊！是你啊！你啊！两个，猫咪，不要东西买一买。好，来去。下雨，冰气我，哎呦！下雨了，下雨了。好，先去圈内了。叮叮，花朵又来了。来看看我抽到什么。哎，给你。三个胡萝卜刀，哎，繁星有铁哦，我拿一个，我要做盾牌哦。做啊做啊。耶，这样我就有。我丢。企鹅盾牌。好吃。哦，还好，还好没有失真。哎呦，他这样。哦，你要，那、啊、给你聊。啊、我去玩摩天轮。好，他摩天轮不能到下一个圈圈，有点难过。啊，他不会动的摩天轮。嗯 ，QQ，QQ， QQ, 毕竟要做可以动的很难。这是马戏团区哦。哦，真的都没看到他们呢、欸，真的，我们是错频啊，频道错了，这是微笑摩天轮呢、欸，还有一个笑脸，这箱子应该早都被看过，饥饿，好饿啊，因为在那边叫很恐怖，饿啊，哇，他们还有铁空投。他们多远啊，
这是马戏团，鞋子有了，无限攻，哇！哇！那你去那个，掂一下，掂一下，你就可以狂射了，耶！射爆啊！不愧是哈基，这么会射。十四等不够，再来，没了，丢金丢金，刚刚好 ，lucky lucky， 耶！那等一下给你拿其他剑士。也是，走到团团去了，真都没看到他们。我们没有红石啊，没有红石。刚刚好像没有看到红石，没有哎、欸，没有红石的风头，做锻造台就可以做御水装，哎、欸，对耶，你要吗？还是要做个锻造台？对啊。哎、欸、有狗哎、欸、哎、欸、有 cr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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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creeper 没有没有骨头没有骨头你没有骨头吗你没有狗、哦、我一个骨头而已哎、欸、你在来来来来来隐形药水可以拿了你们要玩吗哇玉水玩玉水你玩你玩好玩就好嗯、还可以有玉水脚脚哇太猛了隐形药水放哪你要水给你给你给你、欸、有一水帽一水脚哦六六六他们都不见了耶那我们去哪里了繁星给你骨头骨头我刚给你的啦我想说我驯服不到啊他刚刚在这附近也就在这里繁星要来寻看看吗来了蜂蜜块史莱姆砖啊，有一个洞，这个这里，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哇，看起来很讨厌我啊。不要，没关系，我等下去打酷攻。哇，缩圈了，那边的骨头没办法去捡。嗯，没事。随机，有稿子了，哦，有更多剑士，爽。还有什么？哦，有衣服了，爽。哎、欸，剑士，剑士给巧克力 ，ETT， 好诶，一朵，有衣服了，我有衣服了，啊，特别的剑士也都给你了，特别的不用用了，那让他们越来越强啊，哇，买起来啊，缩圈的啦，丢到圈外，先去当间谍，到时候探看看，好。知道啊，要找他们是不是？我们加速的粒子效果是会一直出现，对不对？关达那个没的效果啊？嗯，哦，是给没效果的。你看我有效果吗？哎、啊欸，你有，你身上有，你是不是还有别的效果？其他的效果啊？我该不会是那个吧？空投的，好，空投效果、幸运之类的，加速，来啊！一发穿云箭，没声音，是假的。我想说可以吸引他们。哎、欸，有看到，他们在团团区，团团区，团团区是，好，对，他们在准备走过来，我赶快先招一个空投。哦，有衣服了，更多牛排，哇，啊，三叉戟，可是他只有一次了。哎、欸，有毒蜘蛛啊，旁边有，毒旁边哦。跑。他们在准备过来，我没有毒蜘蛛。在哪里啊？他们在哪里？还是？对对对，这里，我这里过去。好，我去当间谍。啊！哎呀！河豚桶来了！哎呦，波波有火焰之弓啊！哇！我也有啊，好巧、哦！我先不射，让你可以偷袭。啊、下雨火焰都 也会 没有火对哇、啊、为什么有我的头偷我的头嗯被偷了头还有繁星的头我在打我自己啊呜他冷静哦让他冷静哦过去挥一下哎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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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音乐是音乐，音乐，音乐，你要去哪里？音乐，三叉戟，一发入魂，耶！啊，耶！我就是三叉戟，最后一发上过去，耶！还好刚没发光，不然我们就尴尬了。真的，两个隐形兵啊！上去吧，上去吧。哇，你们在躲猫猫、啊？我们在逛地图，你们在逛地图、啊。我们已经绕完一圈了，完美的错过都没有看到。我们在逛地图啊，看到一个我就啊，下一个，下一个。可能都说沉迷跑去养那个熊猫。什么？对，你们谁偷走了我的礼物？没有啊，我没拿。没拿。中间箱子是空的吧？礼物箱没有啊，礼物箱里面是有东西、啊。礼物箱中间会有个箱子，箱子有东西。对啊，有人偷我的箱子。我是拿我自己的、啊，我也拿我自己的而已。我拿的呀。你害雨月跟团团没穿裤裤，没有，你也没穿裤裤啊。我有，我裤子还在，我是。你看他们两个。哦，这为什么变这样？这是那种你那个这个水是谁放的啊？ Oh, wow. 这水你尿尿了，水就不知道喽，谁放的？你尿尿了。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水哦。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水哦。我离开的时候只是让团团跟雨月都变成鸡上挂而已哦。好可怕哦！太恐怖了吧？然后找一个空投，不小心扎在团团旁边、啊。好想看有人画这个西双挂，好恐怖啊！团团，我想看真实版的哦。真实版你会看到那个鸟毛炸出来，吓死人！你要剃毛啊？当然要啊！之前不是那个有实测那个？哎、欸，我跟你讲，那个一个礼拜后就长回来了。你就可以那个、啊，对、啊，你可以实测有没有哪一种除毛？最成功，不行啊！不要这样子啊！八穿衣服啦！交代，我这最近要交代，你这个不行，播了，完了啊！我想玩活塞，不要乱来！你想要玩活塞？我的天哪、啊、！B O B O，、啊、都是你，想玩什么活塞呀、啊？又魔路，坏宝宝，我。那个水敬请期待，太可怕了吧！你说团团穿西装吗 ？No， 哇！我跟你们在扎，大家已经知道各个路径喽。嗯，啊，什么路径？好，什么路径？什么路径？哎、啊，所以中间礼物是什么？中间礼物其实好像也没什么，我记得就是没什么那个金锭。哦，难怪你们全身有金衣服哦。金服是那个你们的、那個，金衣服是巧克力城堡里面的那个啦。嗯，巧克力跟繁星的。我的城堡、啊。上面有两个盔甲，做一个是繁星，一个是巧克力，都被。然后我们就我跟叶就都把脱，都被脱光光了。你看一下，所以原来我还有最上面我没走到。哎呦哦，被脱了。讲台那边有没有看到？哦哦。这边我有找到，那时候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原来现在被脱光了。因为我跟隐约各穿一个，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是我是繁星，然后隐约是巧克力。没有看到母后吗？哦，没有。母后呢？哪里？你旁边在那个两个盔甲座旁边。盔甲座旁边、啊。繁星。看一下旁边母后、啊、哦，你是说这只哦？哦，真的有母后耶！哇，没有，是不是谁说你有母后？你真的没看到啊？原来有母后啊！吉祥吉祥，千祥千岁，千千岁！哎呀，那应该也要帮母后做一个王座啊，对不对？不对、欸，他这个不给母后尊重，我觉得不 OK。来了，我帮他做了，我帮他做，好不好？要给他一点尊重。啊，盖不出来啊！来，算了，还有盖一下，我就想说，奇怪，那边就一堆企鹅在那边开 party， 没有东西，应该都被脱光了，都被脱光了。啊，好，有，这次都知道往哪走了。你怎么了，团团？哎，巧克力飞去哪里啊？等一下，哎、欸、，TP 我，好，回来了，吓死我了。那就来了。
哎呦，来啊，这次我们那个、啊、寿星组合啊，哎呦，寿星组合，看看各位谁到啊？啊，谁到了？谁到了？好快、啊，到了，再加一个 B O B 哦。不开心，这是每分钟都会有空投、哦，耶、yeah, 哇，空投很多，就让我们准备嗨起来，好，各奔东西，嗨，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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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这个先 Q 下去楼下，然后再下去捡，好哎、欸，啊，不行 ，Q 出去就那个了。不见了 ，Q 出去不行啊，难过。嗯，这次就没有加速了吧？我在揉眼睛，你听得到吗？喂，听得到吗？我在揉眼睛啊，揉眼睛，揉眼睛，为什么会听？为什么在水里？有人只是传说的从揉眼睛听不到声音吗？啊，这我没听过哎、欸。哎呀，我拿到一个木头，那是我挖的。然后我拿到另外一个木头、欸，哎，好赞好赞，真赞！鞘刺，那、啊、怎么都一模一样的箱子？用铁罐车慢慢丢。哦，但是不行，没东西挖。木头还要苦。有加速哦，嗯，哦，就急爆裂 explosion， 跑，没事没事，有点远哦。我拿到了铁，你们如果有那个幸运稿的话，这里有个钻哦，矿。哦哦，我应该先把它埋起来吧。没事，我们等一下一定拿到，等着我们。挖掘加速，那我要离他远一点。我应该不会那么幸运抽到 explosion 吧？哎、欸，这句话出来了，是对面的。我要在熊猫旁边放 explosion。史莱姆，哦，耐久强力二攻，有人要吗？耐久强力二，好啊，给你，给你，给你。啊，我装备也先给你好了。爸爸，不要在水上瞄他穿过的，瞄他拿过的。那个，我把挤上去。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爸爸接过。挤上去。好。他游上岸了耶。好了。欸、烂透了、欸，你没有东西。哦哥，又过分，可恶。我们要不要去找他装备来穿啊？他们会不会先去拿了？有可能哦。嗯，他们还在找到蛋糕。蛋糕，蛋糕。我把它杀掉。你见识很多、哦。没有哎、欸，啊没了。你很不准哎、欸。不用准，没事的。哎、欸，怎么了？你们已经下去挖地洞，然后我也来跟你们去挖。啊，我只是要找个石头，只是没想到这么深而已。没有，地表很多鹅卵石啊。我有铁镐哎。OK， 搞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什么的铁镐呢？耐久。哦。骗人呐、啊！不能烟火。哒哒噔噔噔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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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刚刚发发应该最开心吧？可以飞着看地图哎、欸。哪有很无聊哎、欸？会吗？可是蛮漂亮，就是看全部。对啊。哦，这有个铁锄哎。哇、wow、哦！没事，我刚刚开了三个钻厨。对对，钻厨这边有一个胸，你们有人没有吗？胸甲吗？有胸吗？对对，胸甲。有人也没胸吗？我是没有胸啊。那你要？哎、欸，我开到那个酿造的那个包，但我完全不会玩。啊，你啊，哎、欸，给他寄完了。
给你，等我一下哦，这里，哦这里，哦，感谢大大的抖内。奇怪，我刚开丢了一个箱，怎么又少了一个箱？哈？太实心了吧！天哪、啊，胡萝卜花矿啊！酿造说明书，酿造啊，给你看的。那我不要了，我拿那个糖，我们等一下来做蛋糕给熊猫啊。发现这给你玩，为什么？嘿咻，合同桶，合图合，合同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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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喵跑。怎么了？嘟嘟嘟嘟嘟嘟嘟鸡啾，不是嘟蜘蛛啦，是那个啦。爆炸！好爆炸！被崩啊！被崩啊！被崩啊！它爆的范围变好小，该小了是不是？嗯。好久不能在里面晃了，感觉有点危险。很团内。我刚刚绕过来看了。哦，原来是真团团。嗯。什么？在那边？嘟嘟嘟嘟嘟。哦，看到了。嘟嘟嘟嘟。哎，那是波波吗？还是团团？这里有这个。哎，为什么有留着一把强力二的弓在这里？哦，我拿到了那个比较好一点点的。可是没有弓箭。电视吗？音乐在附近。啊，对对。我是看到 Bobo 跟团团在那边啊。他们应该是想要看这个熊猫。完了，我把它占领了。哎，好多竹子哦。哎，我开到西瓜了，好棒哦！我要把它藏起来，别人被他们用到。那、啊、怎么藏呢？藏这样。他们在隐月地区的样子。没有啊，一个他们在那个云霄飞车那里。团团跟 Bobo 在那边，音乐在音乐家。哦，看到西瓜了！怪我的，我的。什么？你在受伤？你就去补血就好了、啊。没有，没受伤。不知道为什么没受伤，只是因为我上一场被连劈两次了，我在劈了第三次有点。你要干坏事是不是？啊？你要干坏事是不是？有吗？我以为你要去打他们嘞、啊。他们在那个方向。欸、对啊。真的假的？这里啊。要去打他们吗？是什么呢？一个空投。什么都没有、啊。真的什么都没有。怎么什么都没有？祝你生日快乐！哎，这个钻石还没有哦，你要找幸运的，对不对？那在缩圈之前，哦，那是你哦，是我啊！我想说，怎么巧克力来了？要讲一下，我就冲过去了。玉髓定，他们想尿尿水哦。啊，我那个我都丢到那个中间的箱子，不会用。没有啦，那个波波他们想尿，想尿。哦，丢一个钻石了耶！哇哦，你那个位置好明显哦。那怎么办？我把它盖起来。先挖起来好了，啊、也是可以了。相对明显了，把它盖起来。你可以把它变成阿姆斯特朗旋风炮。好，没人看懂这是什么了。
啊，又有一个。哦，繁星你有翘刺的。嗯。蛋糕啊 ！TNT 重创车，青金石方块。繁星召唤了西瓜毒蜘蛛。有人要铁剑吗？这个箱子里面有。好，我来拿一个好了。这里，这里，外面这个。啊，繁星可以拿了，一人三瓶。这 TNT 矿车要怎么用啊？啊，你在哪里？要铁棍。哦、好远。哦，TNT矿车。我拿给你，我拿给你。我有。铁轨装那个云霄飞车要去哪里？耶，是、yeah, 真的吗？在最外面的。哦、啊，哎、欸，怎么会有一个黑钥匙？对，我拿到一个黑钥匙。给你，你属于你的装备。你去把它拿回来了。对，还有你的头，你可以带你自己的头。哦哦，我拿到鞘子，还有一个什么生怪蛋，感觉很好玩。嘿嘿，哎，鞘翅要怎么装上去？放在身体上啊，酷啊！放在身体，这两个都是哎呦，蛋糕月的。去，偷偷去拔一个那个暴力魔法。听看附近有没有爆炸声，这样就知道他们在哪边了。嗯。好像没听到。对，没听到。嗯。你们食物啊，好饿哦。食物。有很多哎、欸。有。哦、oh, ，我拿到钻石镐，我拿到幸运锄头。那钻石上面有那个钻石镐有幸运吗？都是耐久。哇，可惜。他们曾经在那边开过。偷偷摸人哦，当刺客。把围栏给拆了。哦，摔倒了。我看到团团了。哦。好，隐形弄他，隐形弄他。拿到了，这个是耐久镐，气死我了。团团巧克力。啊，又是钻石，还是我们就直接挖了？应该是可以的，对啊，也可以啊，可以直接挖一挖。好的，开挖。叠高哦，对，他们在这边啊，做铁桩呢，在哪边？哦，看到了。哦，就是酿造台。他们跑那么快，不要一直移动嘛。哦，你要那个、哦？对啊，他们一直移动。QQ， 我不在建筑物内。喵哈，这里钻石给你，这有六颗。给繁星他们哦，还是你们走远了？嗯，很远，他们好像很远呢。哇，给你，他们大块挖这个，哎，我把你捡到了，九颗哎，超多的。
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哭啊！我盖一座桥，你可以这样走这座桥。九颗的话，我是要做头跟脚吗？转身，我一直跑、嗯、哦。那我来做，一直跑，我觉得应该碰不到他们。我来做酥皮浓汤。为什么是酥皮浓汤？给你酥皮浓汤。等等，离得机远一点，我会要爆炸。是什么？酥皮浓汤好喝、啊。发现了，发现你放那个了。可可豆，满满的可可豆。可可豆，把它喝掉。哎、欸，不能喝。不用客气。快结束了。喝下一瓶，喝下一瓶。哇！把它丢到水里，占我空间，随机事件，变快了，好像跑掉了，可恶！哦，又是那个，又是一只的大哥，哦，太多花了，啊！现行现行的现行的，再喝再喝，哦。我丢！哎、欸，好想要把他引过来这边啊！呀，复发，你完全没装备哦。有啊，我有脚，还没做到裤子。我来看一下。好想要，嗯，过来嘛。我有一件衣服，可是我装鞘子。你有盾吗？还没。我有两块铁丢给你。好啊，谢谢。哎呦，牛奶耶，给你。啊，没鸡蛋，谢谢。鸡蛋，鸡蛋，好想要炸他们哦！开始升怪了，我这什么东西？回复键哎、欸，追踪键，力量键，哎呦喂啊，怪物！一分半了，哦，被看到了吗？这样挖掘加速的效果，你要小心哦，黄黄的光，啊、难怪，对。我想到怎么弓箭往那边射过来了？好了，没了，没了，效果没了，吓死人了！安德，安德，哇，不会用的东西就丢啊！中毒啦！哦不！有牛奶，你们需要吗？不行，现在喝了我会清醒。想试看看一招。哦，哇，都是做梦。被扫到啦！全身铁钟太夸张了，是隐约下去挖了是不是？哦，他们下面废矿哦。哦。喂。哈基，你要回来这边吗？还是我们要去找你？哈基在屋顶。哎、欸，你后面，你后面。好，后面，后面。哈基后面、哦。好，哎、欸，他就有那个队友伤害吗？没有。哦，我有见识了，注意了。有金吗？没有。你缺血吗？我这边有西瓜。这边。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你要在里面按 shift 蹲下。
真的吗？旭伦在那边。哦哦，幸运得主发发，爆裂魔法，爆！你爆在哪里啊？哇！你看它范围变很小，对，而且范围变小很多。我把这些花种起来，烦死了，一直吸到。我要用毒毒流疯狂的丢河豚，我要耍废流。差点忘记我明星啊，可恶啊，安全区、啊、没事没事，我以为现行的。我是草地在这里，哎、欸，我们楼下有废矿哎，哦，不是废矿，那个拉伸怪砖。哎，发发这边有一个头，有头，强力二消失诅咒的弓。哎、欸，那个喵哈，哎、欸，你知道，哎、欸，你先过河，过河，对，然后你停一下，那右边有没有那个洞，我挖的洞，嘿，好，你下去。哎、欸，往右边，往右边挖几个，往下挖，往下挖，不要真男人哦，再下去一点点，那可以开一只男人，等一下，你们两个站同一个好了，这个吗？哎、欸，真男人，两个一起往下挖，这里吗？嗯，真男人，你们是抢到了、哎，没有，因为刚刚是泥土，好，就这里，然后往下。好，回头，回头，然后前面就是那个深怪砖了。你说这里吗？对，比往前往上，不是往上，直直挖，直直挖这里。右转，右转，我的吗？对，然后右转，对对，直直挖，直直挖。听到了僵尸了。嗯。目前有三只。哦右边两只，左边一只，反了，哎、欸，一只探头了，又升了。第一阶段启动。怎么那么多啊？我爸爸跑了哦，好吧。我去下面丢空投。我想说，你现在直接冲进去插火把，就不会升怪。没有，我没有火把耶。哇。我好像有，可是要做。有神了，有僵尸哦。等我一下，做个火把。源源不绝的怪，哎、欸，我死掉了！哇，哎、欸，真假的？对，剩你们两个了。没有玩到，欸、我会不会被小僵尸砍死啊？你举好盾，给发发打就好了。有了，有了。好，开箱。啊、哦，上面，上面，金铠甲，有唱片跟命名牌。哎、欸、嘿，哦，隐形没了是不是？啊，魔法，突然看到他们全身都是铁装，加油！你们两个加油！直接找你们，真假的？还在到处飞？他为
为什么可以飞？烤烟火啊，烟火翘刺啊，哇，它还飞了。你不要动，我要附在上面，你不要动。动兵之外，啊、动兵之外啊！哎、欸，发发，你有缺？欸、哦，升到了，没有。我要用神器。耶！什么神器？西瓜神器。我不行，我要去厕所。嗯，哎、欸、呀，好，没了。我等一下要使出毒毒攻击，我要放一大堆河豚。我要看我能不能做，哎、欸，那边啊不，嗯，怎么了？没有，他在边界外了。我刚刚无聊驯服的马，我想说有马鞍了。可恶，可恶！还有没有野生的马嘞？他们在哪？我们直接去找他们，让那个游戏结束。那个云霄，摩天轮那边。摩天轮，好。走吧，走吧。然后直接在他们前面跳岩浆。真的放弃。巧克力又飞起来了，在哪里？有看到了前面哦，我看到了。喂，为什么我觉得我走得特别慢？他们没看到我们。有啦，一定有啦。照理说应该有、啊。跑走了。哎、欸，他们这有狗狗哎、欸。哎、欸、哎，他们好痛。哦，我驯服到了。不到了。哎呦！啊！哇，你们都在丢河豚桶哎、欸。哎呦！哎呦！好毒哦！嗯，那狗还在咬。我要去看我的狗。要被打死！我不，我不。可怜的狗狗，我咬死了！哇！狗好猛哦！好猛哦！就连一只狗都打不赢，不是啊？你们有狗狗，养的。而且重点是那个狗狗是你们家的狗狗。我刚刚一过来，哎、欸，有狗哎、欸，然后两下，哎、欸，变我的。好夸张！你们居然还有调皮鬼？阿纪怎么突然现形了？阿纪去厕所。阿纪去厕所。阿纪生气了啊！哇！啊！快吃吧！我在看东西。音乐各种的爆炸，一直喷猫血。你们怎么那么快就有铁装了、啊？一个人去挖是不是啊？没有啊，没有，没有，都是空投，全都空投，超快、欸、你们。一开始都没有，一开始都没有，一开始就只有铁力，然后一个盾。没有，我一开始看到团团跟 Bobo 就有铁装，吓到了。对啊，我不是只有脚跟头，哎，还是什么脚跟腿？那是不是铁装？那是不是嘛？哦，我以为是指全套面。我们重点是那个波波直接开到强力五的弓，真的。然后强力三火焰也有两把，就和强四，然后还有无限，所以那时候繁星那时候已经是无限在射你了，很猛。无限火焰抓有粒子，到底是谁？是哈基在调皮？然后觉得哎，怎么是繁星？没有，一看你射的是哈基没错，因为我看到有挖掘加速三有那个粒子效果，说哎不要了不要，有那个三的效果。啊！我想说，你们如果在固定投个地方附近的话，我身上有 TNT 矿车，我一直在等机会。我有看到你后来死掉，哎、欸，怎么有 TNT 矿车在里面？说你们一直到处跑，边跑边放，可恶！找不到机会。我想说，哇，好可惜，因为波波看到你稍微现形了，因为最后一秒是现形的。哦，来不及了。你还有药水吗？我药水三瓶，三分钟都喝完了。哇！哦、所以就在我旁边很久了。对，就在我在旁边看很久。哎、啊，你们没有发现刚房子旁边突出一根木头吗？
没注意，没有，没注意，没注意。我们去找刚才的地方。我是调皮，中间还有喷水池，好猛！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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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它吐出那一根。哦，这一根就是你们盖的哦。对，我都没有偷偷看啦，走过来这边找一找去找你们，结果你们那个箱子越放越远，越放越远。我一直找机会想用电梯控车，结果我们越跑越远。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无意识，完全没看到这，我们完全没有抬头，完全没抬头。因为这边有粒子效果之后，我们就不要在这边，不要在这边，赶快跑。哎，如果你在这里，应该就有机会，因为那边我们熔岩熔炉那边稍微有弄一点点而已。嗯、哦，可惜，嗯、可恶，太好笑！哇，你还在上面各种空投、欸、我们完全都没注意到哎、欸，我们都没有抬头。哦，这边这边是都在低头，这边你们已经换那个位置，他才放空投的了。哦，原来如此，都在这边弄那个弓，没有，完全不知道楼上有邻居所以其实隐约是好运，因为他就一直用出那个炸弹啊，然后炸楼上的人，炸上的人其实是警示啦，对啦，然后我们就想说，哇，隐约在那边，我们要赶快离远离他，我们就跑到隐约就各种毒蜘蛛跟那个爆炸空投啊，三四次超多，隐约都连续超夸张的，可恶。因为你看现在就没有了，你看现在不会，因为不需要警告了，不需要警告了，没警告了，没警告了，不炸了。对，这放在上面好壮观哦。你刚刚超夸张的。嗯，你没有那个、哦、做力量药水？没有那个啊，没有。刚这几个药水是那个刚刚逼退团的他们的时候留下来的。我留的，我只做了三瓶，说啊，团团你快跑啊！那就跑走了。好，用隐形力量打，说不定更可怕。对，真的完全没注意。我想说有 TNT 矿车想玩，瘫了。休息。那个作者说，好像兽亲们有祝福的书哦。有，我刚刚在看，我看完了啊。你我哪里？巧克力跟鱼干，你要去湖那个水里面？哎，不是，在我这里，跟我拿。刚我。我要给你们，结果你们就、那個、就拿到了。这里，这是巧克力的，创造就有啦。哎、欸，可是我创造没拿到。啊，可能刚刚身上太满了。我对，你们刚刚可能身上太满了。音乐嘞？我在底下，我在底下，在过来看这里音乐的。感谢大家。哎、哦，我听出来吗？没有东西、啊，看到没看到？没有、啊，伸手就不见了、欸。还是要放箱子，放箱子。有、欸，我有看到。所以我重新切一次创造，可不可以？看看、啊。啊，按错了。隐约有拿到吗？哇，隐约的祝福这么多，还是太多了。哎、欸，没有哎、欸，这次只剩两本了，还有一本没看到，刚 Q 出来。没有你拿箱子里给你啊。有啊，你在团团这里，还在团团这边。这里。哦。啊，有了。哎呦，有、哦。来偷看一下。哦，哇，好多、哦。很多。休息，我们自己慢慢看。好，休息。啊，兰兰还活着吗？兰兰，哇，还在活着，感觉他今天又很累。问一下他哦，还活着吗？好啦，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GP 真的越来越烂了，我。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我再开一下下哎、欸，我那个一直刷不到，有点火大哈、啊。等一下哦。嗯，感觉他是睡着了。我看一下，这个啦，这个一直刷不到。我要的那个炸弹兵，哎、欸，我真的前前后后刷了有六个小时了吧？关掉。看这个好像就有点卡、欸，为什么？咕咕。
刚刚是睡着了，我还想说我们继续拖那个进度。不会卡吗？啊，好像有点耶。放刷到11点吧。我已经打到第一关，真的是打到烂了，知道吗？我不是关掉好了，感觉好卡。云安安，好，关掉。就是打到，而且我今天本来要练一只，把一只升到100，传说的，结果在最后一个只差一点点就可以升了，就死掉了，好哭的。来 ，Come给我炸弹兵，会死你！而且我那时候也有那个刷完之后刷，那么凶啊，一直放招。哦，好难过。
有吗？没有。乌鸦。有两次是商店有卖啦，但是都已经刷很后面了，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屁用。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在练角色，练另外一只角色，就才刷到那个炸弹兵出来。阿啾！阿啾！怎么好难刷哦？我在想，到底要打完这只，还是就进第一个商店就重开？因为打这个其实花很多时间啊。这次今天有玩过，还蛮好玩。问一下哦，我直播应该没断吧？好，没断，没事，大家继续看，没事没事。
对对对对对，我想说我在不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吧，然后这是第二个商店，那第二个商店没有就直接想要就直接重来了。所以下午刷这个其实刷得好累哦，就是想要刷到好的，刷到好的时候就想说，嗯，那开个台好了。其实没有刷到好的，反正可能刷的过程中有遇到没有刷过的，就拿来玩这样子。你刚刚讲话，我没讲话吗？默默在打怪，我讲话哦。讲啊，像刚第一个商店嘛，那再来这是要打完这只，再打两关才有第一个商店，而这过程之中就可以，这过程之中就可以再多刷几个了。三安安，我跳不起来，哭啊！没有，难过。
几率好低，主要是因为他每个头颅都会有啊。没有，我才会说这时候马上重来会比较快一点点的样子。一边剪边一边看我直播，好都没有啊！你看，就这样子刷了20分钟了。嗯。看呢，
加魔弓，转移。嗯，啊，就用你没有，哎呀，我不想一直让你们看阿姨的画面啊，我想让你看好看的画面啊，不然你们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上好美，晚上好美。看没有，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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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可以不要打一打就回收吗？是蛮想跟你讲说，你可不可以对自己讲过的话负责了？你有时候讲过一些话，我真的觉得你都在打死，根本看不懂。啊，那个草莓奶茶，其实你很多次打字我都看不懂你在打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开台在讲这件事情吧，因为你很多次都真的都看不懂在打什么，我也很想回你啊。没有。丁三安，丁安安，合理。依宁晚安。那为什么刷到十一点？是因为。因为那只这个游戏最快也要快40分钟才通关，那如果刷到11点的话，那40分钟大约也快12点。有什么看法？没有，其实很懒得理你们讲这种话。怎么讲？你会发现，我除了就只有打字会回你们，其实用讲的话我也不会理你们。什么可爱萌之类，我就觉得还好啊。越讲你们就越开心啊。而且甚至有时候你可能打我理都不想理你，让你慢慢打这样子。好，白菜晚安。白夜哦，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现在眼睛其实很酸，抱歉，看错了啦，抱歉呐、啊。其实我的眼睛现在有点就是那种已经累到酸的那种，看错了啦，而且聊天室字真的很小，对不起哦，我觉得我好没礼貌，我天哪、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叫错名字。啊！
好没礼貌又好丢脸哦，天啊。没有。还是把午睡睡掉了。累就休息啊，而且我本来也该睡午觉，我就是因为没睡午觉，现在眼睛有点酸，有点累。本来想说，如果懒懒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玩下午那关游戏。可是他九点多的时候跟我说他可能会睡着。我想说，反正就是可能嘛，就是再赌赌看运气啊，搞不好他没有睡觉啊。下去啦。对不对？去啦！他现在在睡觉了啦，毕竟。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他说他的班其实以前是说，就是平时就每天都是平时日嘛，客人也不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上班。客人就那么多，而且每天都是跟假日一样多的人，就很可怜。啊，因为这样，反正那个时候，因为懒懒开始跟我玩的时候是一月份的时候嘛，那其实我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其实都有玩一些游戏，可是那时候就是没有开台，就觉得很可惜。我才会问他说：“要不要开台啊？不然我们有时候有些画面超好笑，没有开到台很可惜。”他才说好，然后他才陪我开台，然后也是真的画面很好笑的地方很多，人气问题不是人气，你说因为有妹子嘛。我觉得他有吸引人的气，看跟他玩，我们都会来看台。哭啊，怎么这个啦？算了，随便拿，一次用短剑，对啦。哎呦，不够哎，这什么？这时间啊？我成冲刺的、哦，啊这个啊。啊，不拿！我现在很少看麦块了，就是长大了不看麦块了，对不对？我懂。我在想说，你看你们一个一个长大之后都不看麦块了。
又没有。哦，回到刚刚话题，然后就会问说，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他有一次是跟我讲说，他也就无聊也可以开台画个之类的，然后就陪他弄 OBS 啊之类的，就笑个圈跟他说哈，没有这回事啊，我说啊，你太过分了，所以才会一直帮他分享那个啊，连结有的没的啊。你想看蓝蓝画画？对啊，他就是他有时候会分享给我看，但是有时候真的是看心情。他心情好的话就会分享给我看，心情不好就是说不要啊。到底上不来、哦。东西，不过 Steam 上很多游戏都是包装机，没玩过的时候没什么。哦，下去啦！哎，没有人。有些包装精美就是要骗，不是也是骗，就是要
对啊，所以有时候玩一款游戏，我会先去看好不好玩。像其实那个之前玩的《死亡细胞》嘛，我其实一开始都觉得没兴趣，就是想说蓝蓝他说那款他一直都有关注，我说其实之前都有常看到他有在特价，可是我就觉得还好。就看他玩的时候就说哦，好像不错哦。心情不好都会画画，然后想不到画，正常啊。夜晚安。所以我有时候不想开委托，不想开头还画画，也是因为不知道画什么。没有，雷不雷玩一个小时，其实不是欸，有些你进去玩体验很好，可是后面就还好。是有些啦，不一定每一个嘛。打第几个了？啊，打尾王了。没有啊，附近没有，大概再刷三次了。太难了。啊，大家准备要关台咯，我是觉得估计没有了，没希望。
别说我抱着悲观的想法，我跟你讲，我也是抱着很好的想法在抓这个，像哦，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这个流派的恐怖地方。但是我做不到。哎，怎么还有啦？辛苦嘛，不会啊，日子还是要过啊。我本来想说，嗯，好啦，有多难刷？我就想说，嗯，好啦，如果这一场第一个商店如果刷到的话，算了，我不要开私讯，我还是不要开好了。哈哈，进去喽。耶、yeah, ，没有，你看吧。哇！献祭吗？我不要，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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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一场六分多钟哦，那其实我真的刷了很久。我常常都是打到第三个、第二个或第三个的那个。越来越难拐了，哦，拜托，跟你讲，今天你就算真的给我一万块，要我露脸，我也不会露，好吗？我有我的职业道德，好吗？但是我的职业道德可能两万块就没了，我的那个道德尊严，不是道德尊严，是什么？怎样？我的矜持，不是一万块就能解决的。能解决，那是代表说那是数量还不够多啊；不能解决，那是代表数量还不够多。没有，
服装要求是这样吗？啊，我其实真的很不会怎么讲讨观众欢喜那个呢，怎么讲啊？那什么？就有人说啊，你就穿个女服装啊，就有人抖内。我说啊，已经违背了我，违背了我很多东西耶。怎么讲？女服装那种东西当然是给适合人穿啊，他怎么会给我穿？对不对？你们看，你们都喜欢看那种丝袜咬肉那种东西，哈基团团他们。不团团，哈基影乐他们咬起来的肉最有感觉，不是吗？怎么会让我咬嘞？不对，一个丝袜套在骨头上有什么好看的？不懂。骂观众，真的，我不讲，我也讲过了，我真的也是收敛很多了，哎，没再骂啦。上次不是画画什么？什么画东西？画女服装，就说上次那个女服装事件，就是懒懒那边弄我的手机哈。他说：“哎，白星，我说他。”然后说什么？你去弄个女，那个 po 个女服装啊，什么我很正啊，什么之类，我很可爱啊。我你神经病哦，不要嘞。对啊，就是懒懒啊。那我每次 po 那个文章干嘛？啊，最后一场了，要关台喽，各位，真的弄不到。最后一场。啊，不然这一场就是我用这只一直往后拖吧，拖到看到最后可不可以拿到。
是啊，那个草莓奶茶，你是不是都自己在找话题讲啊？因为你的话题常常都是完全没人在聊的东西，你自己算是在发问吗？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可能都在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聊天。你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在所在吗？跟大家在聊什么东西，你可以跟着聊，不是自己聊自己的啊，这样子。你看，您在刚刚都在讲祭品文啊、女仆装什么之类的，突然想说在画我什么之类的啊？好啦，你可能是真的也是在讲什么？有点在先休息了，好，夜莺晚安。你说你第一次看台，可是我好像看过你啊。没有吗？看过你啊。我问一下哦，昨天半夜是不是又有地震啊？为什么又好像看到有类似什么人家说什么地震来的又死什么要会死什么之类的，还是前天的地震？没有，真的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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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时候，所以就有。对啊，想说这次没有通知。两天都没被通知。没事啊，你那个通知，你知道那个通知真的是寄了七八封，那关都关不掉。没玩过这只哎，玩这只好了。啊，这一轮结束，关台咯。放弃拿那一只了，我来借看这只传说。
角色是什么、啊？灵魂达到最大值，超级赛亚人。打完这个吗？好啦，草原玩，打完这一 round 啊，放弃拿拿炸弹了。破百的动机哦，我以前就是跟家人去，他们载我吧，然后时速超过70，我就尖叫了。要100，这是要100。哇，这只是一拳超人。
是忘记改标题，没有啊，懒得改而已啊。靠！按错啦！再一次。哇，凑不到，哭了，哭哭了。
晚安，晚安，要是晚安。十一个，差一点点。哇，扔出来了，哭了。有了，有希望了。哭啊，听过去，想不到。晚安晚安，我昨天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昨天啊，今天下午。就差一点点就可以传说。
好了，各位晚安了，传输啦。哎呀！嗯？嗯？还可以更高哎！等一下哦。哇酷哦，那我记一下了。这种打一打血又满，欢乐赛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对，我就是欺骗的感情，怎么样？被骗了吧？
眨眼，居然过了。眨眼。嗯，广告。以基本攻击对敌人造成，嗯，
阿哭啊，弓箭手。看，刚炸弹兵到这边才出来，而且又不是商店的啊！哭啊！乌拉玛塔拉！没有，而且我要的是一点啊。闪一招，哦，有了有了有一定要商店啊，而且是我有讲过啦，因为你这样点这个的话，他就整个头换下来给你。我要的就是。
啊，打完了。是喽，那要准备关台了，哈哈。这角色不熟。对啦。哇，跑掉了。好了，关台了。好啦，感谢各位晚上收看啦，那晚安咯，拜拜。